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翻嚟咁啊！六月廿五号嘅《啤李漫步》，哇，咁样搞法咧，真系好捻唔掂啊！即係好傷肝啊！我哋咁樣搞法、，OK， 即係雖然話咧翻到去恰一陣，即係所謂嘅恰一陣，即係一陣嘅啫，個零鐘頭咁起身睇，咁啊半夢半醒咁啊睇，睇到咁上下咁，即係睇完之後梗係要瞓覺啦。眼面三點鐘嗰場波，咁但係我咧第一就要翻工，第二最主要咧都唔係翻工啊，我就天然醒，咁啊七八點八九點就醒啦。咁加上今朝又會有巴西隊呢一個哥斯達黎加喎，咁我哋又咪又睇埋佢咯。喂，咁大即係雖然好似你話精神，但係始終我眼皮重重，真係始終咧年紀大喎。咁就算其實我而家係回憶咁樣睇法，就算唔好話年紀大啦，後生嗰陣時其實都係攰㗎。不過你又就頂得住咁解啊嘛。咁而家我都頂得住，咁頂到幾時咧？好啦，咁啊唔好歐洲國家杯等翻一陣先講。咁啊巴西咧第一場波對哥斯達黎加咧，咁啊佔咗八九成嘅控球率啊嚇，咁啊亦都有炸壺，咁啊亦都有中柱，但係咧。你話真係啊，嗰、那個霸氣啊冇咯，曳啊，係冇咯，一隻字曳。即係其實咧，真係咧，巴西咧，即係我覺得你真係好難啊！你完全唔，我唔會揾佢同啊咩三 R 時代比，但係同任何時候比咧，即係呢一隊巴西真係咧，嗱、啊、你話你逐個睇，其實啲人都唔係差喎，真係勁喎啲佬，係嘛？咁硬係即係踢唔到嗰種，你想點呢？你想踢歐洲式啊，定係你南即係其實而家呢幾年就冇乜呢個拗撬㗎啦，因為都係歐美化㗎啦、即係好有講紀律嘅。衰過九零年嗰度啊！得衰過，咁啊絕對衰過啦。但係咧，佢真係完全係啊點講咧？你連個重心佢係即係嗰個重心嗰個發板嗰個人係邊個，你都真係唔知啊、嗯！你想點踢咧？嗱，又中間又有啦，兩邊又有，但係冇一份係即係你覺得係一個啊殺手啊！咁啊，希望啦，佢會慢慢踢好啲啊。點解咧？啊，我最擔心就係出年咧啊，世界盃啊，四十八隊都冇份啊。咁大家要知道咧，巴西國家隊咧係全啊世界盃歷史上面唯一一隊咧，每一屆世界盃佢都冇缺席過，係得佢嘅啫。嗯。OK， 即係強如意大利啊、德國啊，佢哋有陣時都會因為即係失手啦，係嘛？咁有陣時就外圍賽即係過唔到，咁啊去唔到呢個世界盃。咁去到四十八隊嘅時候就冇乜理由啦。如果咁都入唔到，死咗佢。因為咧嗱，佢而家就喺呢個南美洲國家，即係南美洲個排名啊，排名第六嘅。咁其實咧，南美國家咧得十隊嘅啫，十隊入邊好似今年有六隊半啊，即係六隊半，即係仲有半隊你仲可以同唔知邊個州啦，我唔知啦嚇，去再碾過。咁佢而家排第六，一個唔覺意真係要同第二個州碾過嘅話，我真係唔夠膽講，因為巴西連哥斯達黎加。即係你都完全係嗱，雖然你唔覺得會輸，咁但係你贏唔到咁，隨時有人一嘢就輸得㗎啦，係嘛？我都試下入球勢，呢場就試下入球勢。我屌巴西，屌你真係曳到啊！輸過哥倫比亞，你烏拉圭勁過佢好多。嗱呢一組咧有啊哥倫比亞嘅，嗯，啊有哥斯達黎加啦，巴西同埋邊隊啊？今朝哥倫比亞二比一贏巴拉圭。巴拉圭嗱，巴拉圭又係沉咗嚇。你而家你對住哥倫比亞，你有冇本事攞三分咧？你巴西係嘛？咁你因為你要記住喎、哦，呢一組咧，即係今次冇最佳第三名嘅喎、哦，你係頭兩名出線嘅啫喎，係、嘛？一個唔覺意，譬如你哥倫比亞揸住個至尊嘅話，佢讓下，即係睇住個形勢最好嘅場讓一讓，我唔知啊。譬如話係啊哥斯達黎加，喂咁你就賴嘢嘅咯喎，係嘛？咁啊，但係當然最關心嘅都係世界盃啦，即係啊。你而家你話佢而家打咗六場波，已經輸咗三場啦外圍賽。嗯，咁你要點搞咧？唔出唔到線嘅。好難講。咁我反而我覺得即係痛定思痛咯。咁其實咧，而家全世界嘅足球水準就越嚟越近啊！即係全世界，就算你話嗰啲咩法羅群島啊，佢打得嚟都唔同以前話十八比零咁樣，唔係嗰樣嘢噶啦。咁但係就真係最遺憾就係越嚟越少啲天才球星咯。即係就算你話，譬如你今朝後來又出嚟啦，幾分鐘嗱、出嚟十分八分啦，嗱，佢有個波背龍門咧，一攞就轉身嗰下就刺樣嘅，轉身就抽射，即係俾人省到人啦。咁但係嗰啲咩過波咧，今朝未有得睇嘅，咁再留意下啦。即係你話仲有冇個朗拿甸奴啊、李華道呢啲咁嘅球員咧，或者甚至乎伊達啊，即係以前啊羅德卡洛斯啊呢啲咧，咁啊似乎真係十幾年都冇見到啊，咁啊可以歸咎於呢一個。啊，因為而家巴西據我所知都係大興土木啊，搞曬啲足球學校，好有。
系統咁樣去訓練，嗯、又話將啲街童咧納入正軌，就唔好咁多罪案。咁但係咧喺個街度踢波就往往咧就反而誕生咗啲天才啊嘛，即係等於個老夫啫嘛。佢老母細個喺呢個亞積士道做清潔嘅，喂佢當然冇得去喺冇得喺個亞積士道受正統訓練啦，咪喺旁邊度踢咯啊！嗰陣時啲人就算喺七十年即係六七十年代嘅歐洲都好，可能踢啲膠波啊，揾啲布嚟整啊，或者人哋個波即係補翻嚟踢啊，反而練到一身功夫喎、啊，即係好難講啊啲嘢。好，我哋盡快講新聞啦，即係早啲翻去咧休息下，因為今晚咧哇喺睇完十二點又要睇三點嗱。琴晚嗰場波我都多嘢講嘅，即係你克羅地亞咧，即係當然而家焦點喺摩迪度啦，但克羅地亞。個印度真係對波真係老咗啦。其實佢喺過去嘅世界盃、歐洲國世界盃一兩屆啦，或者佢個表現能夠第二、第三咧，係贏一個字就印對波印啊。OK， 但係今次咧，喂，雖然都係 last minute， 喂，你連續對阿爾巴尼亞或者意大利兩場波都係最後、最後、最後一刻俾人追和。如果求其中一場波唔好講琴晚意大利，你其中一場波咧能夠頂埋佢咧，其實你已經四分出線了。不過佢都踢得唔好。係啊，踢得唔好就肯定係啦。咁其實老實講啊，喂老，你講覺得大家真心問嗰句，你覺得佢上屆淘汰巴西對住阿根廷嗰屆踢得好好咩？其實再比對即係法國嗰屆已經係又差咗啲嘅啦，因為始終冇咁鋭。咁你話無論你踢得好冇，你能夠領先咗一隊強隊咧，就要睇呢個底氣啦，個韌力啊，嚇就係兩次都係咁。咁啊，基本上咧。你話呢個係咪摩迪嘅最後探戈咧？我就唔夠膽咁講，因為講下講下，屌兩年後又世界盃，或者再踢都唔奇。OK， 好啦，嗱，今朝我睇報紙咧，即係睇網上面啦，係嘛？即係我真係覺得咧，我真係唔知點啊！嗱，幾搞到連立法會議員啊，咁大家都知道我哋對立法會議員呢一期嘅立法會議員有咩睇法嘅咧？喂，都會喺呢、這個立法會嘅人力事務委員會入邊咧，即係討論關於呢個高才即係或者人才入境措施嗰度啦嘅時候，都會有好多質疑。連呢班其實當然咧，即係小馬啦，係咁扮問啦。但係問嘅問題咧，嗱，其實就唔係有咩水平嘅。但係你都睇到咧，喂，佢哋問啲嘢都問得好合理啊，而政府答啲嘢咧，喂。我真係覺得好奇怪喎，佢哋答得，喂真係你有，真係而家香港個特區政府係你有你去問，你有你去講，你有你去鬧，即係我就好官我自為之，只要講咗就等於做咗，答咗就等於當係事實啊！喂，甚至乎連啲數據啊，喂我成日睇嚟睇都唔同嘅，即係政府公出嚟嘅數據啊，究竟啲報紙嘅報導啊，係誤導咗我啊，定係你哋一時一樣咧？啊，好啦，嗱。政府2022年底推出多項人才入境措施，其實有幾多項人才入境措施啊？150個嗰啲唔係人才入境啦，係嘛？優才專才。跟住嗰啲勞工，譬如話我啲揸的士嗰啲，又唔係人才啦。我唔知算唔算。嗰啲唔算啦。你而家話人才入境，其實就係優才啦，同專才有咩分別啊？呢兩個？優才、專才、高才通嘅仲有，我知啊，呢三個有咩分別啊？唔諗知啊，點考立唔目係嘛？優才、專才、高才通，即係你覺得咁樣叫做做咗嘢嚇，講多啲嘢啊。好啦，佢話去到2024年5月底，即係呢年齡入邊，各項輸入人才收到300,000宗申請，19宗獲批。琴日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就討論有關事宜。好啦，300,000宗申請，190,000獲批。我記得早幾日就阿陳國基講過咧，連埋啲屋企人，佢哋抵港嘅有七十萬人喎。佢講到，而家190,000人獲批，哦，咁我諗可能就係你哋所講嘅連埋啲屋企人啦。但係19萬人獲批，唔係佢嗱300,000宗申請，190,000人獲批，係咪190,000人嚟曬先？佢批咗都可以未即時嚟噶嘛？係嘛？好啦，屌你老尾！咁啊，係咪全部都帶2-3個人嚟咧？而我都話我點解我話咩咧？我話懷疑我個感覺，我唔覺得香港多咗咁多人去 replace， 即係70萬人喎、唔係少嘢喎。我覺得香港好靜咯。嗱，如果佢帶啲長者嚟嘅，對我哋即係冇幫助啊！老年人都負擔冇幫助，係啊。如果你話帶啲細路仔嚟嘅，
我又唔見嗰啲學校，學校仲要收生收得好順利喎。嗰啲學有一個半個嘅訪問咯，優才通去敲門，但係基本上都收，都大部分都可以。我哋早嗰排講過，有成超過九成可以跑到第一志願噶嘛，今年。咁喂，這個唔係常態啦。如果你咁多學生嚟係嘛，好啦，政府話 OK， 而家我哋抵港人才嗱，呢度有講啊，接近130,000人。嗱，如果130,000人。你話有700,000人嚟香港嘛？而家抵港130,000啊嘛，咁即係一大三咯，要一大三咯，一大五添喎。如果真係要計一計先，一大五又唔130,000人又唔使，一大四都夠嘅，一大四啦。哇！屌你老母，一大四啊！咁但係啲咩人嚟咧？咁一定有老人有細路啦。係啊。我真係唔覺啊，問題係啊。嗱，咁你老婆咪兩個咯。咁你一大四，咁你起碼多兩個，我真係唔覺咯。好啦。超越人才工作三年，合共105,000名人才嘅目標，即係講嚟講去，我哋達標啊，做到嘢噶。好啦，而啲人工又話咩50,000啊，四分一就100,000啊，10% 就200,000，嗰啲我又唔知道你邊度嚟嘅，又或者自己開俾自己開公司。好啦，於是乎咧，立法會議員就問啦，第一個阿陳永光，我當然唔知佢係咩邊個嚟噶啦，我淨係睇呢度。我都嘔血啦！佢話就講舊年去到今年二月嘅申請人所屬地區43,992個嚟自大陸，美國就524個，相差83倍。佢問：喂，特區政府特首，究竟你哋有冇評估個計劃對外國人才嘅吸引力㗎？喂，會唔會擴大個範圍啊？喂，你。而家咁樣講，其實簡單啲講，你係想國際化啲定大陸化啲先？喂，呢個問題我覺得真係都好合理正常啦。孫玉涵話：我哋唔能夠睇下海外經驗一本護照嘅，即係意思話大陸人都可以好有海外經驗嘅。喂，呢啲係 bullshit 嚟嘅，即係點樣 bullshit 我都唔使講。呢啲係 bullshit， 大陸人當然可以好有海外經驗啦。但係當你個比例去到咁樣嘅時候，同埋大家問心嗰句。喂，我哋香港啊，作為一個國際社會啊，百幾年啊，我哋自己都唔能夠話好高度咁樣，即係能夠 fit in 到，可以好容易同鬼佬嗰個文化度溝通到啦。只不過即係大家做嘢嘅方法配合到咁解啊。然後你同我講呢幾萬人大陸人可以代替啲鬼佬，你同我講啊，好啦，另外。郭偉強嗱，郭偉強我話咩咧？嗱，郭偉強呢個廢人嚟噶，佢話最近公屋都有打擊濫用計劃啦。喂，問下喂人才計劃係咪需要打攬啊？因為網上面持續出現簽證攻略，仲教人哋揾唔到嘢做，可以去保險公司做經紀，可以開空殼公司，甚至乎兩年嚟唔做嘢都得㗎。只要你繼續出入香港，同埋話有揾緊嘢做都可以，即係有啲咁嘅攻略。郭偉強問呢、這個咁嘅孫玉涵，佢點答咧？佢話我覺得咧我哋而家講人才嘅唔需要可以同埋公屋同並討論啦。屌，即係人哋而家唔係講緊話有人才攞公屋，人哋話喂公屋都打攬啦。咁你而家人才計劃，因為我哋一即係見到啦嘛，已經即係佢即係有好多係偷呃拐嘅。係啊，我哋見到啦嘛，你都拉人啦，喂坐緊監啦，青霞，係咪啊？上面有咁多攻略去教人，喂呢啲人可能真係濫用咗我哋嘅優才計劃嘅喎，而家可以打攬你就逃避問題。我哋唔好同公屋相提並論。喂，你郭偉強唔追擊佢？喂，當然你要打攬啦，屌你咩？喂，上面喂，而家其實唔好講呢班立法會議員。你東方咧，淨係或者我哋啤你漫步，我都講過，喂，越睇越真係好笑。你為咗急就章啊，嗱嗱聲推出個計劃，結果就揀係根本就換來一班咧。嗱，老實講，你哋講嗰啲咩100,000啊、200,000啊，你問我，我真係唔信。你憑乜嘢攞我呢個人工啊？而家呢個環境啊，佢仲話咧，相當於呢班優才啊，嚇呢十幾萬人啊嚟到啊，佢可以每年為香港帶嚟340億嘅直接經濟貢獻啊！等於我哋本地生產總值嘅 1.2% 添啊！屌你真係嚇鬼咩？你點樣估出嚟啊？數我真係唔知啊！我真係唔知啊！320億，喂，好啦，
佢話入境處審核咧，關於啲優才咧會非常嚴格嘅。屌你連阿邊個黃青霞嚇再越期居留再翻嚟都審核唔到啦，老實講唔夠。佢咧呢、這個孫玉涵咧，一方面答得俾人屌啦，二方面亦都係撲街嚟嘅，卸喎、喂，我勞福局啫喎，喂入境處審核得好嚴格㗎，係真係人才，真係為香港帶嚟實質經。經濟㗎，我哋先會俾佢嚟嘅。只要審核唔到就唔關我事，即係其實就想講咁樣啫。屌你，老實講啊，呢一個咁嘅優才計劃係邊個做？呢即係做主任啊！即係我要學啊大陸個語言啊，應該係跨部門咁啊，有主任啊，又係陳國基啊。好啦，咁啊佢話咁又有議員問喎，喂，學歷造假喎，近期出現嘅就係講黃青霞啦。咁啊。孫玉涵就答佢話：而家咧會要求交埋大學畢業證書，咁即係之前唔使嘅，夠啦。同埋咧揾專業嘅學術機構評估出示證書，做到雙重把關。老實講啊，專業學術評估機構我唔知你揾乜嘢啦，我唔知你揾咩大陸嗰啲啊。其實佢實呢啲乜嘢出嚟啊？你一個電話一個 email 去問下當地嘅學校啊，都得啦，係嘛？自己唔願做嘅。屌自己兒戲嘅，屌你諗下阿青，淨係阿青霞嗰單嘢，屌你冇嗰間嘢，冇嗰樣都可以變嗰樣啊！屌，我真係諗到依家專才、高才同埋呢個優才有咩分別啊？有咩分別啊？即係你法國嗰個中場啊，又叫做簡迪，又叫做肯迪，又叫做光迪嘅，喂，同一樣嘢。屌你老母！條友，喂，其實老實講，我講開呢樣嘢喎，我唔明點解而家啲粵名越嚟越多嘅，不嬲我哋個話簡迪叫咗好多年噶啦。話乾地，撈撈係咁樣㗎，專係屌你老尾閪，要揾啲咧。撈佢衰在咩咧？嗱、有啲球員嘅名咧，用翻佢嗰國家語言嗰個拼音嚟佢嚟譯。係，但有啲人唔係喎。好撚拗頭啊！我唔知你唔係想點。今日開有線係啊，即係有，但係有線嗰啲我反而，譬如今日德林廣播條名好多咯。唔係咁啊，近日咁德林啲廣播就唔同啦。但係今日佢哋講個咩雲尼素斯，講個咩雲尼素唔知乜嘢咧？哦，係咁啊，係。我都唔怪屌雲尼素斯咪雲尼素斯咯。咁當然我真係講邊個啦，係嘛？即係因同賣會譯名又好唔同喎。搞到有時你想買啲新聞就求屌你實係邊個啊？真係拗曬頭啊 ！OK， 好啦，另外啊，超哥 ，OK， 咁啊，話警方未接獲7月1日嘅公眾遊行申請。警方今天是6月25日，竟然未接獲的，那你們麻煩好好地去檢討一下吧。老實說，一個七一遊行，你香港遊行可以生很多的，我其他事我不說，各位網友。有些人說，經常罵他們沒用的，不罵貪官罵皇帝，OK？ 不罵皇帝罵貪官有鬼用嗎？有人這樣說。我只是說一下澳門的。有澳門的朋友，或者有我不知道有沒有網友去過澳門。澳門和香港都有一國兩制，某程度我們都在現在這個即是地緣政治裡面受影響。但是澳門為什麼旺那麼多呢？即是比香港，雖然它的消費都是很多人說回到大陸花錢，有些店鋪都不行，是很多店鋪都不行，但是綜合來說它都是比香港有生機的。那澳門哪裡做阿頭啊？香港哪裡做、即是說多痛苦都好，你都總有啲嘢，即係包括香港係可以做好啲嘅。你淨係睇下上次澳門嗰啲賭場，因為高度競爭，哇！又派飯盒派飯啊！屌你老母，食啦叉燒飯，飲啦，食撚死你、啊！飲啦，屌你老母閪，珍珠奶茶。喂，政府喝停，喂唔得咁樣喎、啊。因為咁樣影響個出邊嗰啲生計啊，即係嗰啲餐廳啊。嗱，呢個係咪好有效果？我唔知道，政府有做嘢。你而家我唔係話舊事重提，大家網友都可能唔中意聽。的士嗰單嘢你想點？咪你要搞噶，你始終要搞噶。其實呢個問題，時代向前行緊。其實我話俾你聽，英國啦、澳洲啦、馬來西亞，到華大陸，喺面對呢一個咁嘅網約車底下，人哋都係要擺平呢單嘢。咁你點啊？而家我睇落去有冇？你話佢哋專登等的士佬個形象更加差、更加低佢啊？我唔覺得佢哋咁，佢哋唔肯識、唔肯知啊！佢屌你老母，唔好撚搞住，就係咁樣。因為點解咧？在他們心目中的持份，那些持份者有可能有 say 的嘛，他們的 friend 我不知道、那你想怎樣、香港就是一樣，每一樣東西都是這樣。好了，他說現在下個星期27周年會做 一系列的慶祝活動，相信市民呢會用喜慶的態度迎接回歸。
你真係相信？鳩噏啊！我話俾你聽，喺早甚至乎去到2020，即係立國安法立咗2021咧，可能都仲有啲市民用一個咁嘅態度，但係去到2023、2024冇啦。或者好少啦。個維園佢試集出一就爆撚曬咯。哇！屌你老味，你真警察啦！你真係做得太差啦！嗱，阿超哥話：相信大家經歷過2019年嘅黑暴、港版顏色革命，對現時嘅安全平穩局面好珍惜，我哋都珍惜啊！所以我相信市民，你相信會以喜慶嘅態度迎接71、27周年啊！啊，每個人對唔同嘅事情有好多意見，好正常，表達方法好多，即係話總言你可以表達，唔好撚上街，唔好駁衰我。你真係以為上街會駁衰你咩？你同你老細講下喂，而家咁樣真係唔撚掂喎。啊！喂，上街啦，佢做得閪嘢出嚟出樣咩？有鳩佢哋上街，屌你老味！喂，咁我老老實實講喎，你而家俾人申請上街咧，你想好似以前咁嘅規模都好難喎，起碼啲人要睇啊，啊睇好多年啊，啊屌你老味，冇嘢唔出到咁樣，但跟住哇，原來連嗌句口號都話唔撚得嘅。都有冇人咁肯上都成問題啊！有人登屌你老母又要掛緊住個牌喎。你會撚仲要自制喎，個牌仲要自制喎，仲要之前要交俾警察去睇審喎。喂，我屌你老咁撚煩，我上街啫係嘛？好啦，佢話佢會喺政治改革唔係優先處理嘅問題啦。其實我就最希望你政治改革。香港而家要救命嘅咧，即係假藥要救咧，我都講過啦，好多次啦。你有啲嘢又唔取消得嘅，最簡單咯，推行雙普選，最簡單噶啦，唯一係咁噶啦。第一跟翻個基本法規定嚟噶嘛，最終實行雙普選啊嘛，推行雙普選，你唔使即刻一蹴而就嘅喎，你有個路線圖，有個時間表就唔同噶啦，就唔同啦，夠唔夠到啊？我同你咪試下咯，不過你唔會啊，啊好啦，佢話佢哋政治改革唔係要做啦，而家做完咗23條啦，完成咗憲制責任啦，亦都完成咗地區治理啦。我哋嗰啲餘下時間嚟講下，繼續拼經濟、改善民生。哇！我一睇咧，我就拗撚曬頭。23條嗰時你都咁樣講噶？唔係，佢話繼續拼經濟最主要個繼續啊！即係你有拼緊經濟先啦。喂，我真係唔覺咯。而家你係咩經濟啊？屌你有冇周街執笠？執笠多過開鋪。喂，唔係話喂執一間開幾多間？屌你有冇你講咩？你又冇數據，我都唔知道你憑乜嘢講話執一間開16間。依家網上啲廣告話間間叫人咩頂樣啊？唔係啊，佢琴日佢話啊嘛，佢嗰日話執一間開16間啊嘛。喂，你隨口噏噶？有冇數據先？喂，我真係唔見咯。我覺得佢之前有議員佢問過咧，嗰時商經局話我哋冇呢啲統計嘅。屌你有冇何來呢啲數據啊？仲有啊，你開啲咩鋪頭啊？哦，執一間周生生。開兩餸飯，屌你老母200萬，你咩浪琴200萬租，開特賣城，屌你媽，原來開個屌你老母特賣城，賣電話12萬8，肥仔開倉，屌你老母，喂，尖沙咀執間唔知乜撚嘢，屌你普怡，即係譬如咁講啊，唔係講普怡啊，太子中標珠寶，屌你老母300萬租，屌你媽間4間出嚟，屌你母2000蚊一日臨時，屌你老母賣埋嗰啲乜撚嘢，阿常燕嗰啲唔知乜撚嘢飲料啊，嗰啲乜骨感紅啊，屌你老母，屌啦，喂，實事求是。我算啦，好啦，阿陳國基話呢個仲好笑。第一，佢話會考慮拍呢個國安版《無間道》。屌你！佢話咧，不過呢啲留翻電影公司度翻條好橋啦。佢話因為點解咧？外國一定唔可以硬 sell， 一定要軟 sell。老實講啊，你話如果喺《無間道》入邊，我都唔知你點樣去拍啊！我都唔知點，即係用呢個《無間道》啊，有個框啊，唔好講啲廢話啦。最主要佢竟然有講得出，因為佢係愛國主義教育小組嘅主任啊嘛，咁佢梗係會 concentrate 喺呢啲，個個咧喺度博表現，個講咗就等於有做啦，感覺到好似，咁咧我都認為佢哋有做嘢嘅，嚇、啊，即係到唔到位，或者俾啲時間佢哋啦，即係李慧瓊啊，同埋嗰個唔知乜鬼嘢咩抗美雲啊，做個白物出嚟搞過嘅，乜嘢設計愛國唔撚知乜嘢公仔啊，屌你老味咁撚樣嘅喎，但係記住喎，參賽者咧我仲記得啊。不可以犯國安法的，如果犯國安法就屌取消你資格喎、我已經拗撚曬頭，犯國安法拉撚咗佢啦，仲取消佢資格咩？佢話港人不上消費就反映佢哋認同國家。喂，如果港人不上消費就係認同國家，咁港人就認同咗國家好撚耐啦。我哋從來而家你啲先講到咁撚勁噶嘛，
其實從來我跟大家講，香港人都回大陸玩的，從來都是的。2019年你前香港人不是回大陸玩嗎？從來都是。現在是不是多一點呢？多了。為什麼？交通方便了，滯多幾年。但是其實更加多呢是出了外國，你問我好像很新鮮事咁，我從來都翻大陸玩噶啦，從來都認同國家啲女。係啊，我哋咪甚至乎而家我話俾你聽，即係真係好撚多人都認同我哋偉大祖國多過你香港喎、啊。喂，咁如果咁香港人唔喺度消費，係咪即係唔認同佢香港啊？即係多撚唔認同你嘥撚氣。喂，老實講啊，我嗰度消費係咪真係代表認同？大家都心中有數啦。咁好。而每一個社會認同日本喎、啊。喂，咁係啊。而每一個社會講真，我唔理你日本又好，美國又好。我哋偉大祖國好，喂都有佢好嘅地方同埋差嘅地方噶啦，我唔會話絕對話冇噶，嚇、嗯啊，所以牛精文我老友就話一樣都冇，但佢又翻去喎，好撚奇怪喎、嗯。但係屌你咁，你話如果翻去消費就等於認同國家，咁你愛國，屌你唔撚使搞啦，愛國小主義。哇！今日好撚多大陸人認同佢美國，又去讀書，又去旅遊，又移民。唔係，咁係真係，佢哋真係認同美國噶喎。OK， 好啦。咁啊，另外呢度咧，我又唔好話我啦，嗱，我讚翻你一次啊，啊，唔係話讚啦，因為我都覺得好奇怪。美國國務院發表2024年美國泛民人口報告，將香港由第二級限國到第二級監察名單，就話香港特區政府未完全消除人口販賣嘅最低標準。不過佢哋都為此付出巨大努力，嚇、啊。咁啊，特區政府凌晨發聲明就強烈表達不滿。反對相關報告關於香港不實的評論，結論毫無根據。首先呢，我是真的不知道美國憑什麼覺得我們呢在這個販賣人口裡面呢是下調了，因為我們的情況還差了，我有販賣給人口呢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呢他的報告都說呢未達到完全消除人口販賣的最低標準、啊、不過都很努力地做緊，喂都不算太差對你、啊、你第一時間呢就發表聲明。Okay， 當然第一時間發表聲明都啱嘅，但問題阿正你有冇跟啊？我美國呢個報告咩販賣人口，我哋香港有呢樣嘢嘅咩？我真係唔知喎。可能嗰啲即係妓女啊，佢都計。邊啲妓女啊？即係咩一四一啊？嗰啲唔屬於販賣人口啦，話嗰啲自己嚟㗎啦。真係唔知佢。你話屌你老尾，你話好似睇咩 Dickon 嗰啲咁樣，屌你成老撚我你，屌你老母網你網你去做雞又話啫嚇販賣人口，喂我真係唔知乜嘢喎啊！好啦，咁啊，發言人點叫反對啊？唔知係啦 ，anyway 啦，人哋話你就係唔撚得噶啦，屌鳩我哋嚇。咁咪檢測，大家休息啊，都唔知講乜嘢其實嚇。啊